OK 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啦，因为我们五个角色都非常特别，如果五个的话，当然是呢就是有非常我们暗黑的那个特色。那一位一位呢，当然也可以把每一个的那个角色都给它展现出来。艺术师就一定要这样。非常的帅气哦，而且呢，你的那个，你刚刚说你那个长袖的部分，你头发都挡住了。啊，所以是故意要挡住的吗？好，谢谢。我等这一刻等很久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秘书师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请武生吗？来，请武生也来单独为我们摆出一些帅气的 pose 给大家。哇，这个比较需要高难度，因为要站着，你知道，重心比较不稳。哦，而且呢，武生本身也是非常有帅气、杀气那种感觉。我们这位 closer 真的非常厉害，完全表现出那种感觉。好好好 ，OK， 你们休息一下，我想你应该也累了。好，谢谢。那接下来要请哪一位呢？好，你野蛮人，来。我本来很期待是女生的，没关系，男生也比较能表现出野蛮人的特色。来，摆个帅气 pose 给大家。